注意看，接下来这个画面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，尤其是最后一段。小朋友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宝马 5CF 10大灯升级双激光透镜，我们来看看效果。单边二远光二近光的效果，如果加上另一边的话，就是四近四远，效果是现在的双倍。改装过程大约费13天，一步一丁点的人工调教，只为找到更精准的聚焦点。经常会有人问我，车灯越亮就越刺眼炫光吗？如果采用正规升级 LED 透镜的方案，我敢保证没有刺眼炫光这回事。看了这个案例，你还会说自己的车灯不够亮吗？如果老是觉得车灯不亮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考虑过来做个检查看看呢？